其实啊，这位就是老夫少妻还是老妻少夫都无所谓，是吧？但大家这个焦点呢，似乎在这位大姐这个是，她是指的1982年呢，还是指的这个1882年呢？这个大姐是不是骗了这小伙儿的年纪啊？你们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大姐说的是实话吗？哦，我是82年的楠姐，今年41岁。大家好，我是00年的晨光，今年22岁。我们还有1个多月就要结婚了，老公，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？不知道哎。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的心里。大家好，我是82年的楠姐，大今姐，年四十一岁。你大说家好，我这个是大姐00年的晨是？光，今年22岁。我们还有1个多月就要结。这大姐是1982年还是1882年呢？这还化妆了，还打扮了，这样子，怎么看也不像啊，像1982年的吗？哎，迷幻，